你老实告诉我，我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嗯，高三被吓坏，啊，你不是我亲生的，谁生的啊？你不要骗我，我刚才去户政事务所查过，户口名簿上明显的，我是领养的。每次妈妈给阿公吃泡面的时候，阿公就会说妈妈可能不是他亲生的，没想到事情真的发生了。 小姐，你不知道你是养女哦？啊，我应该知道吗？不是啊，但户籍誊本上都有写啊。你该不会是第一次来办户口誊本吧？哦，我就是第一次来办啊。那你帮我查一下，我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啊？这部分我们不清楚哦。哎，你这里是户政事务所，你怎么会不清楚啊？小姐。 民国60几年的事情，谁会知道啊？你到底以为我几岁啊？对，我那时候才3岁。哎，2岁啦，算不清楚。哎，那是你经理吧？我急中生智的想到一个问题：如果事情是真的，我把阿公当那么久的阿公，真是有点划不来。 丽君啊，不好意思啦，阮查囝来找我。哎，我忘记。啊，我是不是你真的这样也能忘记？啊，这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嘛，哦。哦，我最近我还记得外卖。 告诉我，为什么上面写着我是被你养的？啊，哎呀啦，有人要来阮家收回押金，好紧等来去吼，啊，卖给他问啦，卖给他问啦吼，卖走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啊，我等下找林木啊。等一下，我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？你老实告诉我，我是不是你亲生的？ 嗯，高三被吓坏，啊，你不是我亲生的，谁生的啊？你不要骗我，我刚才去户政事务所查过，户口名簿上明显的，我是领养的。等一下，去户政事务所干什么？哦，你偷偷去帮你妈妈办美国移民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转移话题啦！你老实告诉我，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把我给你啊？我袂跟你讲这啦，我要等下教训你妈妈啦。 糟糕，大胆的查某人，欠电的啊！偷偷办移民啊，这有够可恶哦！我等下等。不许动！今天没有说清楚之前，哪里都不许去！你真的想知道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这一切错哈，拢是那关导游的错。导游？ 你要乖吼，就乖迄款导游，高头牌啊大官的，车站基本杀个遐大官吼。导游，跟导游有什么关系啦？既然阿你叫我讲啊，本来我是无爱讲啦，但是你逼我讲，我就甲你讲。当时你为着阮导游，按透早甲暝甲半暝。 我一个查甫人，你袂晓无地位哦，所以我袂堪去。我就早啉烧酒。你啉烧酒是甲我啥物关系啊？哦，关系大，这个是关键时刻。当然，你若无叫去买豆油，我也都袂几百多岁。啊，我若无几百多岁，我都袂去啉烧酒。啊，我若无去啉烧酒，我都袂甲火也去茶店啊。啊，我若无去茶店啊，我都袂拄到伊。 啊，我若无去茶店啊，我都袂拄到伊。今仔日就无咩办，所以心事你也负上大责任哈。你看，观众都挡不牢，你怕我？你看。妈妈，你怎么不回家？没有家。
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被领养的，我不是阿公阿嬷生的啦。那我也是吗？你是我亲生的啦。啊，那就好。爸爸。下吧。你别走了。你别心情歹，别饮酒了，别饮去了。嘿，对哦，你别饮烧酒吼，无啥物袂用的。啊，不过吼，你若歪杯去饮倒了，你无死啦。都是你们两个啦，我连亲生父母都不知道是谁，难怪一生下来哦，人生就一团糟了。哎。你不要被看破哦！你的人生一团糟，是因为你嫁给林忠心。嗯，对啦，人讲女怕嫁错人啦，咱两个母仔囝吼，生起来是同病相怜啦。你嫁予迄个不负责任的剃头人啦，啊我哦，嫁予迄个爱开地点啊查某的死人啦。哎啦哎啦哎啦！你两个同病相怜啦，你两个过同样嗜好，啊你两个赶快住在做歹事啊，啊赶快找到人，啊哎呦喂呀，你两个应该吼爱做亲生母仔囝，做成的呢。好啦，我要来找你忠心到底做七头人啊，可是你去哪里？讲清楚才走。我要过来买一罐豆油。